大家拜个年，新年好。这个今天先请大家听一段沪剧《烟烟苏眉》，听一段，大概5、6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再学上海话。我想共享视频啊。婶婶，做啥？笑嘻嘻的，婶婶婶婶的。真心将来不会得有爹娘，别人家夫妻容易成家母，这一对夫妻是有说有话有商量，亲亲热热过时光，就是为了好妈爹娘，妈爹娘。假使你非得这张亲如林匹配，气有烟，我女儿推到地狱里，爹娘们的杀心肠，杀心肠。婶婶啊，你想一想，奶奶是你亲生爷，奶奶的方子好坏两条路，你要替奶奶做主张。我是讲得有道理，小伟眼眼配得上，只怕村里闲话多，使我们爹娘太荒唐。你说好来有啥用？外面闲话啥滴答啥滴答，讲话才是老风气。伢子小伟眼眼不正当，索性把他俩配成上。看人家会有啥个闲话讲，有啥讲？不要看轻的个小姑娘，当讲得有条有理好主张，这样一来倒也好，一商量好免得将来气伤。他们本是两相爱，眼眼不会再陪人吧。一姑娘好灵巧，你做媒人倒也做得美像样。
人真可是答应了我，不要心急不要慌，还有你家叔叔张某娘，等他回来再商量。婶子，我晓得侬不是不出一个老脑筋，侬一定会得让眼眼称心如意的。好姑娘，真会讲，既是好会做媒人的。好，阿拉这个听好了，我们就阿拉或者我们学习上海话。第一单元，迎送问候。我们现在已经学到了第二单元。第九单元，第三单元，第六，第七单元，第九单元。好，我们今天从这个第九单元开始学习。上一期我们学习第八单元基本上学完了。我已经把大家的话筒都打开了啊，可以跟着读。第九单元是菜饮烹调，这个菜场买菜，这是我们跟我们平常生活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用语。第391，今天鸡毛菜倒挺便宜的。上海话是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便宜的嘛，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今朝嘛就今天了，今朝鸡毛菜还有什么鸡毛菜，倒蛮便宜的嘛，就倒蛮便宜，就挺便宜的，就挺的慢，就挺便宜的意思啊，倒慢，倒蛮便宜的嘛，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。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快递到嘛就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快递到，搿么就像还分开来到嘛就有点隔离疙瘩啊。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是吧？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。那么像哥们两个人是从口语很快的带过的，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便宜的嘛，就是等于一个口语发了是很快一点，也不一定很响亮的，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，今朝鸡毛菜倒蛮便宜的嘛。叶子打开了。好的，邱老师，我都给大家打开来了呀，都打开了，门都可以打开了。问你一个问题，那个鸡毛菜，搿搭没鸡毛菜了，那什么菜比较接近鸡毛菜？搿搭没鸡毛菜，搿搭小青菜，也勿是鸡毛菜，小青菜，也不是鸡毛菜。因为这个第一个是上海人济南用作者是济南用编的。伊是拿上海个人个一般性个生活上头个用语，对，汇拢的，对个，但是鸡毛菜是专门一种菜，搿搭里没。搿搭上海有呀，搿搭没。搿搭里没。鸡毛菜这个，鸡毛菜小鸡毛菜放汤是很好吃的。鸡毛菜土豆汤，很鲜，很鲜，对。非常好吃。下面一句是392，一点也不便宜，贵得不得了。上海话是
一点不便宜，取得了日本。一点不便宜，一点不便宜，一点不便宜。哎，取得了日本，取得了日本，贵得嘞，取得了日本，贵得嘞，取得了就取得了嘛，我也讲得了日本，一点不一点五五便宜，一点不便宜，一点五一点五便宜，不便宜，一点五便宜，贵得嘞，一点得嘞日本，贵得嘞日本，贵得嘞我。贵贵，上海话都叫“举”，不是老举的，老举的。柴油，那后头有个柴油，拼出来就是“举”。举举得来热火。字是贵，但是上海话读“举”。嗯，举举得来热火的。啊，热火呢？那实际上是这种形容了，形容举得来。跪到后来昏过去了，人们要昏过去了，这个怎么买得下去的嘛？这是形容形容啊。举得来日本，哎，举得来日本，举得来手，举得来日本，一点不便宜，一点不便宜，举得来日本，一点不便宜，举得来日本，举得来日本，举得来日本，日本，举得来日本，日本，这个日本热，混，热多年，混都混到这个。我这个普通话是个混了，上海话叫热混，热混，热混，哎，热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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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举得来热，举得来热混。那个嘛，德德云啊，德云叫举得来热混，混都混了，混都混了，混都混了，嗯，要混过去了，混混过去了，嗯，热混，一点不便宜，不便宜。嗯，格能噶三个字，格能噶难找找个菜，格能噶三个字要快读，格能噶三个字啊，连读快读，格能噶，格能噶，格能噶难找找个菜，格能噶难找找个菜，哎，要加句啊，难找找个菜，格能噶难找找个菜，嗯，格能噶难找找个菜，菜，要加句啊，要加句啊。要加句啊！这个加就是很贵，很的很多，很贵的意思的。这个加加句啊，加句啊，加句啊，是吧？加句。格能加，能个来做做个，来做做个菜要加句。要加句啊！讲哎，要加句。哎，讲了蛮好啊。格能个来做做个茶要加句啊！格能个来做做个菜，来做做个菜加句啊！要加句啊！要加句啊！嗯，格能个，格能个，格能个，来个来烧个茶，来烧烧个菜，哎，要加句啊，要加句啊，嗯，格能个来烧烧个菜要加句啊，格能个，394，394，你仔细看看，太新鲜了。上海话是，侬看看欣赏，不要太新鲜哦。侬看看清爽，不要太新鲜哦。侬啊，不要太新鲜哦。不要太新鲜。不要太新鲜哦。叫侬看看清爽，不要太新鲜。看看清爽，不要太新鲜。不要太新鲜哦。不要太新鲜哦。嗯，就是很新鲜了，就是很新鲜的样子。你看看清爽，很新鲜的。你仔细看一看，这个菜是很鲜的，它是太新鲜了。对。这是。你仔细看一看，这个菜是很新鲜的。怎么上海话呢？那为什么摆个不要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
就是你仔细看一看，我这反问的意思。哎，上海话侬看看欣赏，就是你仔细看看。侬看看欣赏，那个不要太欣赏，侬不要太欣赏，你要太欣赏。那应该不要把不应该要的勿要不要哎，这个不要就不对了呀，这意思都反过来了。不要太欣喜，不要太欣喜，不要就是老欣喜。哎，老欣喜嘛，阿拉明白。你不要太欣赏，这是一种对于反过来讲，反问的一句，反问的一样的意思了。对，他实际上是就是很实际上是要强调，强调很新鲜，太新鲜了。嗯，不要太新鲜，你讲不要太新奇。嗯，就是侬看看欣赏，不要太新奇，欣赏，看看欣赏，不要太新鲜。不要太新奇，不要太新奇。盗梦记，盗梦记。好，我们395，395，土豆很便宜的。嗯。上海话是杨三鱼，杨来西啊，杨来西，杨来西啊，杨三鱼，杨来西，杨来西，杨来西的。嗯。杨来西。便宜便宜，普通话便宜，上海人就讲强来西，老强啊，么子老强啊，老强啊，么子西啊，比较强。杨三鱼强来西，上海人是说，在台头上买么子，强买嘞，强买嘞，强买嘞，三块五分买一个来，这强买嘞对吧？这是强，这个强，便宜就叫强了，老么子老强啊，就是买这东西很强。杨三鱼，杨三鱼，强来西，强来西，强来西，嗯，杨三鱼，上海一上海街头买小商，西瓜价嘛嘞，西瓜价嘛嘞，三分五分卖一块嘞，是吧？邱老师唱的还蛮好听嘞。你是台中人是搿能介叫的呀？西瓜是。分开来切开来买个，一块一块买个，对吧 ？Yes, yes. 大点的五分，小点的三分，就听了唱了。大一点，大一点五分，小一点三分，大一点的五分，小一点三分，听得懂。这样子嘛，一个西瓜一下就卖掉了。这些吆喝的人就这样子唱的呀。杨三鱼。杨三鱼，杨来西，杨来西个，杨三鱼，杨来西个，杨三鱼强来西个，强来西，强来西个，杨三鱼强来西个。上海这些卖场，实际交关闲话侪是外来语，交关闲话侪外来语。是吧？像苏北人到上海，母鸡刀，下刀母鸡刀，下刀母鸡刀，侪是苏北闲话，一口苏北闲话，对吧？你欢喜好这种乱七八糟，搿蛮好嘛，生活味。讲那些个。396。哦，396开过头。开过头嘞。对。开过头。杨三鱼。别吵我。讲那些个。好了。讲那些个。我们一个是荷兰豆。改了帽了，荷兰都改了帽了，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也搞不懂。荷兰都改了帽了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上海荷兰都改了帽了，就说这个荷兰都不得了，荷兰都改的不得了，就荷兰老好的。荷兰都改了帽了，北方话我们听不懂，北方话改了帽了什么意思啊？盖了帽了就是非常非常好啊，非常非常好啊。那么上海话呢，荷兰都简单了不得了，就荷兰都老好了，老简单了，老好，就简单了不得了，简单不得了，非常好的意思啊，非常好，荷兰都非常好。那改了帽了也是北方话，我们不懂啊，我们不懂。我上海话。盖了帽了就好的简直没法再说了，就这意思。哦，这样子意思。那么上海话这就是，无论都好，再了不得了，再得不得了，
那就老美。甜的不得了，甜的不得了，甜的不得了，对，好了了不得，那就好了了不得了是吧？对，好了了不得了，甜的不得了，甜了嘛，甜的不得了。对的不得了，哎，这个写的不得了，就是改了帽了，改了帽了，改了帽，改了帽了，改了帽了，就写的不得了。哦，你们不懂啊，你们不懂改了帽了，哎，不懂，我不懂，我知道，你改了帽了，现在今天学到了，改了帽，知道了，改了帽了。你要说任何的东西啊，你夸你这个好的简直没法比了，你就用这个词儿。啊，这个改了帽了。都可以，改了帽了。都可以啊。嗯，改了帽了。改了帽了。哦，今天土豆改了帽了。下个哎，这个土豆改了，一般来讲都是这样的意思。嗯。嗯，改了帽了。啊，你们不懂，我懂。你。那挺好。弄啥哎，我都懂，但是就不会说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大人讲话我都懂。阿拉南京人，阿拉南京人。哦，哎，你们要说的，我全能听得懂，就不要解释，不会讲。南京离上海很近的，所以讲的话大家都听得懂。对，近是近啊，哎，我当时我并没有长期在南京啊，我在天津工作的，但是那个两种语言差的太多了。更坚持，你更不行了，三，对不啦？哎，从镇江开始啊，对，西苏州到上海，你们是一系列，镇江、南京这边差不多。哎，跟你们讲话差的太多了，你说你们说对吗？丹阳话听不懂，丹阳话没有人听得懂。丹阳，丹阳。江苏省的丹阳话，其他地方的人听不懂，丹阳话很难懂的。丹阳话就像那个，浙江的温州话，温州话。温州话。2、3、4、5、6。下面我们学下一句啊，397。397啊，397。嗯。阿姨，今天做甚特新鲜，身体进去怎么样？上海话是，阿姨，今朝做甚老冷啊，乘凉进去哪能？悠悠的。嗯，阿姨。阿姨，早上老冷的，乘凉进去哪能？就乘凉进去哪能就怎么样？哪能就怎么样？上海话是哪能？普通话就怎么样？奶奶，哎，对，哪能？哪能？哪能？阿姨，阿姨，今早早上老冷的，乘凉进去哪能？老冷。老冷的，老冷了。哎，你说完这个，你说完这个老冷的，你后面又可以加了盖了帽了，明白吗？这就盖了帽了。要卖东西的人就说：“看我今天的猪笋这么新鲜，盖了帽了，就是市场没有人跟我比。”就可以老冷啊，上海人就讲老冷啊，说是老冷的，老冷的，趁凉进去，老冷了。啊，趁凉进去了呢，就是老冷的，老冷的。老冷了，回去趁着身烤烤，趁着奶奶奶奶哪能趁凉进去哪能就怎么样怎么样的意思，趁凉进去怎么样，对的，趁凉进去哪能嗯，阿姨今早出生老冷老冷的，乘凉进去哪能？怎么样？乘凉进去哪能？阿姨，今朝出身老冷啊！今朝出身老冷，老冷的。阿姨，今朝出身老冷，进去哪能？今朝的去一个。no， 谁都没有。你要不为什么？我就说你为什么老减不了肥？你就是来。一开始哎，现在没劲了，你就什么也不做，你这就398，多少钱一斤？啊，多少钱一斤？上海我是一个等级，几粒一斤？啊，几粒一斤？几粒？几粒？几粒？哦，几粒？上海话里面叫钞票叫几粒。几滴，几滴，几滴，一斤，
积淀已经，积淀已经，积淀已经。钱钱跌已经，然后到底积淀，积淀已经，积淀已经。哎，这个没啥多解释的啊，就是好像钱多少钱要底，要底，积淀已经，真差不多，特别399。毕竟4元5毛，便宜的不得了。嗯，上海话是4块5角一斤，讲得来。4块5角一斤，这里面呢，上海话这个元，普通话是元，上海话都魁，都魁，上海话都魁。快哎，讲得来，找不到门了，就是北方人找不到门，贵的说他是东南西北不知道方向。那么上海人呢？家具的，上海家具的，记得来一塌糊涂，记得一塌糊涂，记得屋里也不认得了，记得屋里也不认得了，记得这个钱贵的不下来，你的家里都不知道了，家里什么地方？家里也认不到了。家里不能下了，贵的不得了，贵了又头转向，贵了又头转向，又家里也不能下了，所以说，举得一塌糊涂，举了屋里向也不认得了，可以了，搁个乡没没问题了，就是说，举了屋里向不认得了。上海话是帮帮忙哦，侬看看哦，我这做生意顶好的哦，帮忙哦，侬看看哦，我这做生意顶好的，做生意买了贵了，贵了以后他说我做生意最好的，是吧？我做生意最好的，你要看看清楚啊，帮帮忙。我这生意顶好，我这做生意最好的，所以贵呀，所以贵呀，对呀，帮帮忙哦，帮帮忙哦。帮帮忙，上海是种切口，切口语，切口语啊，就是一个时期，经常有这个切口语出来。有一段时间不是倒浆糊，叫倒浆糊嘛，也是一种切口，对吧？这个帮帮忙，
啊，瑞帮帮忙，帮帮忙，帮帮忙啊！龙扣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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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扣扣。我大哥做生意顶好啊！啊，大哥，我大哥做生意顶好。我大哥，我大哥，我大，我大哥做生意最好。我大哥做生意最好。我就我这儿做生意最好。哎，我这里的手术手术最好的。我大，我大哥做生意最顶好啊！我大哥，我大哥做生意。帮帮忙，侬看看，我搭个做生意。帮帮忙，侬看看，我搭个做生意顶好个。做生意是顶好个，是顶好个。这里没做生意啊？做生意是顶。这里没有做生意。嗯，这里面做生意不大有，嗯。哎，冬天我们渥太华可卖啊，大统华都卖。哎，大统华里面是那个冰。东省啊，东省啊，东省有，东省有，做省。冰冻的做生有啊，冰冻的做生。苏省有时候也有长的，长的，长的，长的有，东省。哎，长的也有。东省也有卖。哎，有卖，但是卖的时间很短，就是了，卖的时间短，嗯。我给他。402。我打就是我打。我大概做生意，那卖便宜一点算了。上海话是真的，侬别搿么便宜点好，便宜一点嘛好啊。搿么便宜点好啊？便宜便宜点好，便宜点好，便宜点嘛好吗？好好嘞，便宜点好。侬便宜点好嘞，侬便宜点嘛好嘞，便宜点嘛好嘞。哎，侬要还能讲讲？搿么侬便宜点嘛好嘞，便宜点嘛好嘞。因为侬伊讲伊做生好嘛，嗯嗯，对伐？搿么便宜点好。咁啊，哦，咁啊，真嘅，咁啊，好咧，咁啊，嗯，咁啊，便宜啲咪好咧，咁啊，便宜啲好咧，便宜啲好咪好，便宜，便宜咪好咧，便宜啲咪好咧，咁啊，便宜啲咪好咧，诶，咁啊，便宜，便宜啲好咧，便宜啲咪好咧，便宜啲咪好咧。那前面那个真个真个啊怎么说呢真个啊真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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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字变两个字真个真个好好真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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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卖，那么便宜也好嘞，便宜也好嘞，便宜也嘛好嘞，真的，真的，便宜也嘛，那便宜也好嘞，好不啦？嗯，好嘞，便宜也嘛好嘞，哎，蛮好。这个学这个上海话呢，就是这个句话也是蛮难学的，因为这个从市面上来解释，一个字读一个字读，其实。是分开来都是不像上海话了，这个尤其是要连起来读的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没，应该没是，老很快，老很快，哎，应该没好嘞，应该没好嘞，对吧？应该没带过的，这个音节这个很短，应该没好嘞，也不一定会得读出来，有辰光就讲，应该没好嘞，那侬比应该好嘞，应该好嘞，应该好嘞，应该好嘞。便宜一点点好了，嗯，哎，就是这么便宜一点点，便宜一点嘛，侬便宜点嘛，那便宜点好了，便宜点可以吧？便宜点好了吧？好吗？好了，好了，一个好了，便宜点可以吧？可以对吧？便宜点可以吧？就讨价还价，句闲话啊，这个，讨价还价。但是不管是讨价还价，我觉得上海话讲的还稍微文明一点，对吧？你那个普通话说，别瞎说。他说帮帮忙哦，对吧？还好像感觉还那个，就是帮帮忙，比较好像我们之间很友好的，好像比较委婉一点，好像对吧？帮帮忙，帮忙比一点好了，稍微有一点对吧？委婉一点的感觉，对，跟帮忙比一点好了。对，上海大都市嘛，总归做事情要文明一点的。比较委婉讲的，哎，委婉一点的。有叶子有举手了，叶子你要举手了，你好讲的呀。哎，
但叶子好像没有这个话筒的叶子，你要重新进来，然后再有，那你的声音是自己关掉的，对，好像你没话筒的呀。重新上网讲。对，叶子，你重新上来。重新放一下。嗯。叶子，你听到了吗？你要重新上来的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喇叭的。他人解开了。没你呢。下面我们再学下去啊。这个第403。不行，我不能做赔本生意。上海话是不来塞的，我不好做日本生意。啊，不来塞，我不好做好做日本生意。不来塞，哎，不来塞，不来塞的，不来塞，不来塞，不来塞的，不来塞的，不来塞的。嗯，我不好做日本生意。我好做日本生意。我不好做日本生意。好吧，你给我分量要称足。上海话，好，那，侬分量要称足，侬分量要称。侬分量要称足。好，侬分量要称称足，那就是我额外加了，额外加了，就到了价里，就我还价了，就是按照你的价钱，但是你分量要给足。对。分量要给足，分量要称称足。好，分量要，侬分量要称足，侬分量要称足，侬分量要称足。对，或者侬分量要称称足，也可以讲，侬分量要称称足，也可以讲。啊，侬分量要称称足。要吃干净少量了，是吧？这个是。啊，把现在这个上海菜场里买菜还可以好一点，因为有公平秤了了海，还有个嘛，市场监督员经常来监督，这个秤经常来校验。但是嘛，蔬菜买鱼的地方还不行，买鱼的地方还是缺斤少两的很多。你特别是叫他杀一杀，你这个分量好少掉很多。不杀鱼，他就不敢称去你的秤，你要去矫正嘛。下面一句，405。一句闲话。好嘞，好嘞，北方人就好嘞，很常见的。好嘞。上海话一句闲话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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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能不能听清楚？一句闲话。一句闲话。没问题。一句闲话。哎，觉得没问题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给你足。一句闲话。嗯。一句闲话。那我现在讲到这个，刚刚是买菜，我放他们原因给你们听听，好不好？原因听听。第九单元，餐饮烹调。A， 菜场买菜。今朝鸡毛菜都蛮便宜的嘛。今朝鸡毛菜都蛮便宜，一点也不贵。搿能介来到早餐要加贵啊？
记得嘞，两个。不要太欣喜哦。杨三玉想来洗。杨三玉想来洗。我来都摘得不得了。阿姨，今朝做生老冷了，称两斤去哪能？老冷的，称两斤是吧？4.5元一斤，想得来。想得来。那去，去得来一塌糊涂。一点一斤。去了屋里也不认得了。帮帮忙，我看看，我这个生日订好的。真啊，干嘛便宜一点么好了？不来塞的，我不好做日本生意啊。不好做日本。好好好，侬分量要称称足。一句闲话。称称足，一句闲话。走，一句闲话。哎，刚刚是有两上新上海人来买，从做生意。买小菜，买小菜。小菜。就是买菜的一个对话过程，一个对话过程啊，一个对话过程。嗯，我们呢，阿拉在学餐厅用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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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餐厅不是用，普通话是用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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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普通话讲不。餐厅用膳，嗯。餐厅用膳，餐厅用膳，对对对，餐厅用膳。嗯，努力呢，请客。今天我来请客。今早。今早我来请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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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。今早我来阿拉，我说阿拉了，为什么你们不喜欢说阿拉吗？今早阿拉请客，不这样讲。那你就是两个人来，你家里是两个人，哦哦哦，比阿拉两个人。啊，那我就理解错了，那就是要说我一个人，只能说我没有别的说法哈。我来请客。只能说我来请客。只能说我，哦，阿拉是两个人。哎，因为两个人嘛，就是说明是屋里向人一道来等侬请客了。那啊，老多哦，这样子。我来请客。今早我来请客。我来请客。今早我来请客。嗯。哎，407，挑一家好吃的。好吃点的饭店去，是，上海话是，改变好吃点的饭店去吃。一家店叫一百店，408，你来点菜吧。农来点菜好嘞。
侬来点菜回来好。嗯，我们叫谁侬来点菜好嘞？比较这个太好了会点菜的人，叫会点菜的人啊来点。嗯，老姐姐，早上一个老姐姐侬来点。太好了。老姐姐。侬来点菜好嘞。侬来点菜。好嘞，侬来点菜。好的啊，309。409。你们那儿什么？燕子，你可以打开话筒。叶子，你要讲话吗？你的话筒我给你打开了。哪边给打？哪边给打？哪边的？啥个茶？哪个的？啥个菜最有特色？哪个的？啊，哪个的？你们那儿什么菜最有特色？嗯，哪个的？哪个的菜？哪个菜最有特色？我们有这烤乳鸽，吃上去又嫩又香。嗯，上海话是阿拉有这烤乳鸽，吃起来嫩嘟嘟，香喷喷。嫩嘟嘟，香喷喷。嗯，嫩嘟嘟。对的，嫩嘟嘟，香喷喷。阿拉有只烤乳鸽，阿拉有只烤乳鸽，香喷喷，吃起来嫩嘟嘟，香喷喷。这个就是阿拉啊，阿拉有。啊，这是阿拉了，就是我们了。阿拉就是一个美的，阿拉有只烤乳鸽，阿拉有一只烤乳鸽，哎，吃起来嫩嘟嘟。吃起来嫩嘟嘟，香喷喷。啊，那有吃烤。这个形容好像马上要吃到的样子，嫩嘟嘟，香喷喷。嫩嘟嘟，香喷喷。对的。很馋的。啊，那有吃。好像马上要吃到的。吃上去嫩嘟嘟，香喷喷。对的。嫩嘟嘟，嫩嘟嘟这个比较特殊。嫩嘟嘟，这个一般普通话不说的。香喷喷可以讲，嫩嘟嘟。阿拉有只烤乳鸽，吃起来嫩嘟嘟，香喷喷。阿拉有一只烤乳鸽，吃起来嫩嘟嘟，香喷喷。411，叫个清蒸鲈鱼好的，还是蚝油牛肉好？牛肉，蚝油牛肉好。叫一只。上海话是。叫做清蒸鲈鱼好呢，还是蚝油牛肉好？还是蚝油牛肉好？叫做清蒸鲈鱼好呢，还是蚝油牛肉好？还是蚝油牛肉好？蚝油牛肉好呢，还是蚝油牛肉好？蚝油牛肉好？叫做清蒸鲈鱼好呢，叫做清蒸鲈鱼好呢，还是蚝油牛肉好？清蒸鲈鱼。清蒸鲈鱼不是清蒸鲈鱼，鲈鱼不讲鱼，鲈鱼叫做清蒸鲈鱼，鱼说鱼啊，就是鲈鱼，清蒸鲈鱼，黄这叫鱼，这个发音是哪里发出来的？
都是鱼，鱼从嘴里发出来的，嗯，是本能里发出来的，鼻子，鼻子发音，嗯，叫做清蒸，不是鱼，叫做清蒸龙，好的，还是好有好的。哎，我请问你们，那你的鲈鱼跟女人这两个字怎么说？女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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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人鱼。然后再说鲈鱼，再说，您再说鲈鱼呢？女人，女人，是鼻子里发音，鼻子里发音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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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和女人，女人不一样。女人，女人，女，女人要舌头要动啊，女人。女人，女人，女女女女女女女东南西北的男一个女女女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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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鱼差不多。对，我就讲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好说。跟鱼差不多，这个那个鱼就。发音鱼一个鼻子里发音的发音部位不一样，嗯，嗯，不是嘴里发出来，是鼻子里发出来的音，龙，龙，龙，区分的很开的，就这，龙，龙，好嘞，龙，阿子，阿子，这个因为普通话鱼，女人，鱼，这个两个有点接近的，接近。都是嘴里发出来的，上海话就跟它区分很大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这个区分开了。412。哎，你们再读一遍这个教之鲈鱼，还有，叫做清蒸龙好呢，还是好有鱼好的？还是叫儿子。叫做清蒸龙，儿子，儿子，叫做清蒸龙好呢，还是好有鱼好？有鱼叫好。叫做清蒸龙鱼好呢，还是好有鱼好？好有鱼好。叫做清蒸龙好呢，还是好有鱼好？儿子，黄氏还是儿子，儿子，儿子好呢，鱼好，好有鱼。不是黄氏，还是的话就是普通话了啊，儿子。儿子大黄鱼吃吃好吧，弄掉我杀大黄鱼吃吃好吧，鳝鱼不叫这个大黄鱼啊，大黄鱼属是正常的属，不是这个。真有卖大黄蛇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是吃蛇的，有干嘛啊？有干嘛干嘛？好了，曲老师，我们这个时间到了。